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可以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里面的右上角有 QR code， 底下有资讯栏有那个社群的连结。那欢迎加入跟大师，如果常收看大师直播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加入 LINE 的社群。好，感谢各位。然后迷宫已经走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叫做绝音星包四的地图。怎么样？伸到哪里？让我看看。是谁？是谁在偷袭？快出来！哇，我的衣服，我就这么一套体面的衣服，这可是我招摇撞骗的本钱啊！不对，这可是我行侠仗义的本钱啊，我要报仇！王哥哥，不要那么生气，我来帮你。你会补衣服吗？我没有补过，但我可以试试。啊？试试，还是算了吧。方绿女，你呢？会不会？这种事情别找我，我才不干那些扭扭捏捏的事呢。我连穿针都不会。我说啊，你们连女红都不会，这样怎么嫁得出去？当一辈子老姑娘算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找死！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，大家都是熟人，别气别气。我道歉，我道歉总行了吧？什么绝音星包？不要乱改名字，不是那个绝音星包。我怎么变这个样子？我不是眼睛花了吧？当然不是，也不是做梦。你会是这样的吗？我中邪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抢了我领地者是。我可以用，不行，我只能急。跟防御不能用飞龙探云手。这攻击力。也不能帮他补血哦。你们又在想一些色色的事情了。呜呼呼，这个伤害赞哦。那他无法打我。可以呢。啊，回来回来。胜利。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为什么？怎么这样？为什么没有变回来？我被附体了吗？快拿镜子照我看看，到底是哪个王八蛋附在我身上？哦，好吧，没有啊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镜子真的坏了吗？不会的，大家别急，慢慢想办法。我怎么不急？我这副鬼样子怎么见人？回到蜀山，他们非把我当妖怪投入锁妖塔不可。万哥哥，
你别这样走来走去，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把心静下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有什么办法可想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你弄痛我了，放手。莫急，莫急。先生是你，太好了，快点帮帮他。你暂定，是气沉丹田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不要说话。好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变回来了。先生，他刚刚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？这便是清冷师兄的修持方式，虽不为邪道，但毕竟有些惊人。你是说我是因为练习的师父传授的仙术才这样子的？不错，清冷师兄的是极聪明的，但思虑过多，以神心魔，凡事只求速成，反而欲速则不达。那我怎么才能控制？万一叫蜀山变成这个样怎么办？大家不把我当妖怪砍死才怪。稍安勿躁，我来教你调理肾气之法。这五灵轮可收集五灵之气，你可以通过它自妖孽身上获得灵气。但某种灵气蓄积到一定程度，和五五梅花之术的时候，便有呼风唤雨、改变天候之功能。当五灵中一灵完满之时，便可释放出来以变身。当灵气用完，自然恢复元神。如此收放运用，便不会有无法复原之状况。特技圣灵法阵，吸收敌方虚弱者的灵气。若当下灵气集满，这个释放改变战场五灵属性。哦，最后只是九回合，反正吸收越多越回合越长啊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师傅真是的，你不跟我说清楚。虽然我聪明吧，可也不能这么偷懒啊。你根骨绝佳，资质上乘，是继承师兄衣钵的上上之选。这蜀山地脉之变，也唯有靠你了。你可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。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告诉我。我此番下界，便是为此事而来。哎，先等放心，为蜀山，为苍山，在下一定万死不辞。先生这么说，假如清冷先生门下每个弟子都变成成刚才那个样子吗？这个我就不知晓了，姑娘应该问清冷师兄才对。真巧，没想到在这里遇上先生，更没想到我们刚遇到麻烦，先生就来了，可真是及时雨啊！哪里是凑巧，我是你们要打通地脉，特来接应。啊，先生要是早来一步就好了。刚刚我们打怪物搞得好辛苦，险些就没命了呢。是哦，我们刚刚打那个冲浪打得要死，也没人帮。等打完夜来，还真凑巧。仙人，你是不是算好的啊？姑娘取笑，我虽然位列仙班，但毕竟出身蜀山，这地脉中的瘴气对我亦有效用。我人来这里，已是勉力支撑，要说帮各位除妖杀敌，实在是有心无力。能来此接应，也不过是烧尽绵薄而已。哎，也对，刚刚要不是你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谢谢啦。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，阴地脉的出口是阿四直穴，也就是不一定会出现在哪个地方，根据天地五灵十穴的运行而不同，也可能在蜀山，也可能离蜀山万里之遥。好在逆袭的御剑飞行，即使路途遥远也无大碍。出口就在前面，告辞了。真是的，说是建议我们，可说了几句话就走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能这么说啊，他不是一直帮我们吗？快走吧，蜀山上下还等我们好消息呢，我们不能耽搁时间啊。急什么？你不用计较，多说一句话啊。这个书名是不是？这个书名哈，摆明就是一个奸诈鬼啊！
不怀好意。这里是圣桌，我认识这里。这里是圣桌。哦，走算你有认识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认错。当然不会错，当年我跟着第二大军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多了，这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军队驻扎，瞧这气氛，听这地名，这是名副其实的边境市镇。看那边，看那是什么地方？好奇怪的样子，怎么围那么多人？那边是市委主的祭坛广场，我每到节日都在那边祭祀。不对啊，今天不是什么节日，也许在捉妖驱鬼。捉妖，我喜欢，过去看看。这位蜀山弟子，不对，蜀山仙人弟子，理应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妖。又来劲了，不是说不能耽误时间吗？哎，不是捉妖嘛，三两下搞定，不会耽误多少时间的。温姐姐，既然黄哥哥喜欢，就过去看看吧。旭儿也很好奇呢。野蛮野蛮，这样把人活活烧死！蛮夷之地果然是未经开化，连这种伤天害理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元哥说十几年前失踪，上个月前又回来，相貌一点都没变，已经是一大奇事。萨满说他是妖怪附体，更是让人想不到。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祈求龙神是我水源，一定要弄神人献祭。可这人也不知是人是妖，用来献祭不知有无效果。怪力乱神，世间哪有妖魔，都是愚民幻想。可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否则定要阻止这人间惨剧。巴图伦公帕扎乌，各方神力相助，其活神之力驱走妖魔，其龙神之力还我水源。点火！啊！真要把人烧死！住手！什么人敢在请神之礼上捣乱？不怕神明报应吗？这个是我家传的洞明宝镜，能照出妖怪原形。你来看。那分明明明就是人，你怎么能诬陷为妖，还要烧死他，简直是惨无人道。这与人的铜镜算什么宝物？你这说话让人很相信很难。让人很难相信，让人相信很难。不行是吗？那你看看本姑娘厉害。怎样武力解决？怎样？要我把祭坛整个拆掉吗？先不要，先别拆。你力大过人又怎样？讲道理是对，蛮力是不对。四位主宁可去死，也不能被欺负。汉龙皇帝有士兵100万，打了10年仗，最后还是没有战胜我们，一样要弹劾。听说还要和亲。去死！慢。你是谁？在下蜀山仙人，父姓南宫，专擅收妖捉怪。依我看，大仙说的对，此人却是妖魔附体。你，温姐姐，咱们别说话，看他的。还是大仙眼力不平凡，他们凡夫俗眼，妖怪的厉害不晓得。难也，不过大仙用火神之力驱魔是有些不妥。为什么？我说啊，或许此人身上的妖怪因为火属性一只妖，如果以火烧之，恐怕更增他的功力。
这个大仙的见解是怎样的，请帮忙。好，看我的。这就是附身的妖怪。那当然，这家捉妖多年，从未失手。现在我已经投入蜀山蜀妖塔，他不会再害人了。真神奇。以前这人身上会有三色光鸟，有些人看得到，有些人看不到，一定是这个作怪。不错不错，误打误撞竟被我撞上，这是好运气，幸亏没用兔子。不对，妖魔被除掉，他应该死亡，但是他还是站在这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哪个那个哪个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汉人狡猾，是伟人也不是能够愚弄的。大仙先别动怒，这人现在样子看起来也很古怪，说他是活人吧他不说也不动，说他是死人吧他又是站着，你跟我们讲讲汉人来历，我们也好帮你参详参详。不用，害人女人也不是好东西。我看你族中还有一件难事无法解决，不如说给我们听听，也许我们能够帮忙。我听说四位人就是好客，真的更不会拒绝客人的好意，对不对？美丽的姑娘懂得四位人的心。好吧，就告诉你们，这个人的身体叫雷元哥，是我们的族长，原来的很勇猛，空着手能捉住虎豹。17年前他去打猎就没有回来，一直都没有。3个月前这个人出现了，样子一样，会吃17年前，但是不记得过去的事，说话嘴都不动，肩头还有怪鸟。失踪了17年，竟然相貌没有改变，这人果然有些来历。后来呢？是我人最好客，招待他好酒好肉，兄弟一般。可是我觉得很可疑，很多年过去，可能相貌不变，但是不可能脾气变。雷族长性格豪爽，最喜欢帮助人。这个男的很贪财吝啬，不像我们四位人，像南方汉人的奸商。汉人又怎么样？四位人好了不起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不愧是上满的。法力果然精深，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疑点，这有点像借尸还魂呢。后来怎样啊？后来那泥河的水源干枯，我们找他帮忙。因为20年前河水一样突然干枯，就是雷族长探入河源一个人解决，但是这个家伙不敢去，偷偷溜走，被我捉住。河水干涸，这可不得了，大家都没水喝。上一次是怎么样解决的呢？那林河源道路弯曲，有猛兽，还有妖怪，四位人是不去那里的。上一次是雷族长一个人告诉大家不要再去，那也是神兽生长的地方，打扰是不可以的。朗心奇语之术在下也颇为精通，这次就交给我来办吧。给大仙麻烦，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，能帮助我们，大仙就是大恩的。我们全族的要是欺骗我们，四位人是不能欺负的。看那大仙还是信不过本大仙呢。好，这时候让全四位族见识一下蜀山仙人的法力。这人虽然不会动也不会说话，可是有点古怪，就让我帮你看管吧。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有南宫大仙在也好随时处理。好吧，但你们不要死的，巫术也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四位的尤其这个人最怕巫术，四位人怀疑别人不容易，但是上当也不容易。对你们的好消息，走吧，大家。又莽莽撞撞的，你以为我们三个斗过这
几十个身强力壮的猎户吗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谁不懂？别当我是小孩，我一听他说什么和亲，哎呦，想不到野蛮你还蛮爱国的嘛，又不是让你和亲，你急什么？我就是不爽，要你管。黄哥哥，你的表现好棒哦，刚才紧张死旭儿了，手心都是汗，还有他也算配合，我只怕他突然动起来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诶，他怎么还不说不动？难道真的是僵尸吗？喂，老兄，走了啦，还待在这里，难道被烤着吃吗？多谢。哎，你会说话，干嘛一直都不说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，这样好玩吗？有鸟，看见没？嗯，看见了，好可爱。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刚刚有的，现在没了。我叫风，我叫雅，我叫上。我们叫风雅上，又有人能看到我们了，还是两个人，而且不是一般人，是一半人。也没什么高兴的，无所谓。那个子不会说话，我们跟他有契约，听他说话。什么契约？他都不跟我封路，哼！我们可以捉弄他。喂喂喂，你疯了吗？一下说这么古怪的话，什么一半人、一般人的，你在说什么？要去那领河源，我带路，怪物很强，加上你们三个，没问题。啊，又正常了。好啊，大家交个朋友。喂，你这么大的个子，怎么被那个脚面老头治得动弹不得？太逊了吧！他厉害，能克我。哦，想不到四维巫术这么强，战场上可没见他们用过。钱有吗？啥？喂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一点道理都不懂。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救了你，你连声谢谢都不说，还要向我们要钱，简直太没天理了。说过谢谢了。这位大哥，你要多少钱？做什么用啊？要是有急用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哦。斯文，买纸钱。啥？太多，两文也可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是十文钱而已，看他认真的样子，我还以为成千上万呢。要烧给亲人吗？不是。喂，我有些事情，要是我不问，我连觉都睡不着。你到底是不是十七年前的远哥？你的相貌为什么不变？还有为什么不说话？刚刚那些鸟是什么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不知道。王哥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，如果人家不想说，就不要勉强了。你说的对。喂，你们又说什么鸟啊鸟的？什么鸟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你看不到我的，只有灵力特别高的人能看到。哎，欺负你！你好宝贝，刚刚欺负你。闹鬼了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看不到就是看不到，多数人都看不到。哼，没意思。走吧，这样要管闲事，就快点办完。不是管闲事，是行侠仗义。行侠仗义知道吗？不要侮辱我的动机。反正差不多。哼，就我一个人看不到鸟，真气的。想看鸟是吧？待我。卸下我的裤裆，你就看得到鸟了。这迷宫走到这里之后呢，就是疯狂拿宝箱了。爽！我们刚刚是用那个蓝光环开这个。OK。赞了。